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橙子，欢迎来到我的英语角的第二期。So welcome to my English corner。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奇怪，不是英语角吗？为什么要在车上？那是因为我今天要去，做一件非常特别的体验。没错，我想去体验一下滑翔伞，就是我之前一直都特别想去玩一下嘛。最近我又没有戏，然后也休息了几天，然后我看我这周边正好有这么一个地方，我就想去尝试一下。好，所以今天的英语角呢，就在这个车上，还有我的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完成了。好的，今天我还是先就是挑几位粉丝的内容，然后我来表现一下。今天在车上有点随意了，但主要今天其实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滑翔伞。好，我今天抽中的粉丝第一个是肚子又饿了怎么办，他呢想，他说的是，我真的很想听大橙唱这首歌很久了，终于机会来了，是迪士尼的一部电影，应该是魔法奇缘的 I see the light。 好，我会唱。然后还有一位粉丝，这应该是一个外国粉丝吧，可能叫是 Gab Con， 不知道怎么读，反正是这个什么 GABCONTRERAS 一个大写的 R。 他说的是 My suggestions， I would love to hear you sing one of this song。 OK， 第一个是 Bloom by Train Savant， 然后第二个是 Feeling Good， 然后第三个是 Every Time by Bruce Spears。那我一会儿挑一个唱。好，还有一个粉丝是叫季倾城，我是憨憨，他给我推荐的是那个黄老板的 Perfect。 OK， 哦，还有一位粉丝说汪卓成今天翻我牌了吗，他也是给我推荐的是这首黄老板的 Perfect。 然后还有努力就好了呀 YY， 他是给了我一段鸡汤，反正就算是一个心灵鸡汤吧，先让我读一下。好，那我就开始学习吧。好了，那我先来唱《魔法奇缘》中的 I see the light。 我念下来。 OK，前面应该是公主唱的，那我直接跳到就是那个那只这个那个就是那个。All those days watching from the windows, all those years I saw you singing, all that time never knowing just how much now that I see you. All those days.Chasing down the daydreams, all those years living in a blur, all that time never truly seeing things the way they were. Now she's here, shining in the starlight. Now she's here, suddenly I know.If she's here, it's crystal clear, I'm where I meant to go. And the last I see the light, and it's like the fog has lifted. And the last I see the light.And this world will end right, and the world has somehow shifted. All at once,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Now that I see you.好了，希望你们喜欢。我好像要快到那个
玩滑翔伞的地方，那一会儿希望我可以玩得顺利吧，一会儿见。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方了，一会儿好像是要开车到那个山上，然后从山上飞下来，是不是听着很刺激？跟我还签了那种保险，怎么办？你说没戏没工作，那是不是就出来玩一下嘛？对吧？行吧，那一会儿上山见。今天好热，今天好像有40度，看这是不是还挺漂亮的，蓝天白云大太阳。现在我们要上山了，现在上山，准备上山。天爷，夸张，哇，好热啊！我起来操场，刚下就没有事。进山高吗？进高山吧，看着从山下往上看，显矮一点。一会儿到山上你就可以，那在下面看会有点矮。有没有觉得今天这个英语角的内容很特别？哎，要不这样吧，一会儿我在上飞的时候，我给你们唱 perfect。好疯啊！哇，太热了。走山路，还好我中午没有吃的。靠我，他有点害怕子。大家看这个山顶，有点漂亮哎。天还挺好的，这个天气好，相当好。对，我就想飞走，想飞走。感觉怎么样？感觉很奇妙，1.8吧，1.82，还是1.3呢？很紧张吗？还行吧。正前方，哦，这里往前跑是吧？我们现在模拟跑，我教你怎么跑，就是我等会儿喊3、2、6，是吧？好，到了斜坡的那儿也不要跳，不要突然的蹲下去，好，可以跳。好，好，3、2、1，好，直接帮我拉下。对 ，OK，OK，OK， 好，很好。就一直往前跑，对，就一直往前跑，就不能停，一直往前跑哈。对对对，其实跑到前面还没到斜坡，可能就已经我们就已经飞起来了。哦。这天太漂亮了，是不是希望多待一会儿？嗯，待会儿大家在空中的话，可以前后左右上下或移动一下，好，让你移动的缓慢一点。好，也可以唱歌对吧？可以，跳舞力啊，跳舞就算了，跳舞。不要分解扣什么的。还有一个对吧？可以吗？现在就开始跑了是吗？一好，可以。好，加速，好，对，加速，越来越快。We'll be right back.
要看头顶上的云，如果有云的话，就进去。现在的云就不在了。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就要往下跳？对对对，来飞。那我唱歌应该听不到吗？没看。不是要听 perfect 吗？我来给你们唱。I found the love for me, darling. Just I writing, follow my lead. Well, I found the girl, beautiful and sweet. I never knew you were someone waiting for me.起高了，可以。哇！想象中的吓人，特别舒服，特别爽。就是在这样飞的那一瞬间，就感觉哇，好自在，就是感觉心里所有的事情都放下来的感觉，特别好。怎么样？大家对我这期内容还满意吗？但我还没有结束，老师帮我拖一下吧。谢谢。哇！好热啊！今天真的太热了，40度。真的，但是在飞的时候就感觉到呀，特别舒服，特别舒服。就如果大家要来玩这个项目的话，记得一定要去就是正规的地方玩。然后刚刚那个教练也跟我们说过，就是风大的时候是不能起飞的，
所以大家要玩的时候一定要选一个天气非常好，同样是一个非常正规的基地来玩这个项目啊，真的很爽，太爽了。刚刚那个教练还问我就想不想去学，我说我有点怕，以后我再考虑一下吧。行了，今天英语角度内容还没有结束，哎，我这个头发有点吓人，将就一下吧，啊，还是弄一下吧。好长，该剪了。对，我今天正好看到这句话，还挺符合我现在的心情的。是努力就好了呀，歪歪说想让我读这段鸡汤，真的，就是不要被别人的负能量影响了自己，很重要。好，这句话是 Don't ever let somebody tell you you can't do something, not even me. You dream, you got protected. People can't do something themselves. They want to tell you you can't do it. If you want something, just go get it. Perio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共鸣。好像还要唱这里面的几首歌是吧？要不跟大家放一下吧。这几首歌其实我都会唱，只不过唱的不太好，有的太高了，然后女生的 key 我也唱不了。那就先跟大家放一下 Trace the One 的 Balloon 吧。Take a trip into my garden, I've got so much to show ya. The fountains and the water are begging just to know ya. It's true, baby, I've been saving this for you, baby. Guess I'm something like a funfair, put guessing to the motto. I'm more than let you ride it, we'll ride the roller coaster. Cause it's true, baby, I've been saving this for you.Baby, I need you to tell me right before it goes down. Promise me you'll hold my hand if I get scared now. I tell you to take a second, baby, slow down. You should know I, hey, you should know I. Yeah, I bloom just for you. I bloom just for you. Yeah, I bloom just for you. 好啦，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怎么样，对我这期的内容还满意吗？好，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Just for you.